一二，乌日火车站。5:34，早上5:34，差不多吧。现在是5:36，可以了。看一下隔壁的卖水果的，今天有来吗？好像有来。早。老大，早，早，今天也有来。对啊，我早刚刚去问海王子，看看有没有我要的鱼。他跟我说那有季节性。什么鱼？那个宝石鲈啊。哦。我吃过三次之后就没有再买过。那也很久没来，没有出现了。超好吃的。超好吃吗？是啊，那个鱼很特别，我没吃过啊。是啊，也是在你们这边买的。那也是有他在卖啊，啊，我没有看过，没有买过。对啊。对啊，是老赞。是啊，老赞。开了吗？开了啊！这个是谁啊？这个是谁？这个是谁？这个是谁？哎，剪头发呢？哦，秋哥哥，秋哥哥。什么意思？闹乌桥，帮恁囝，恁囝，夹头毛笑到国啊！你叫头牌，明天应该是摆这边。那让爸爸来，那个两个不到。
对，这只这只都在这样下。好了，今天有樱花瓦斯炉。樱花炉。对，樱花瓦斯炉哦。昨天就有了。来对呀。来对，大堆人都看到，看到吧？哎 ，Benny， 好久不见。哎，玉松，好久不见。Benny 好久不见，第一个进来。Benny， 对啊，新加坡人。Benny， 对啊。我以前幼稚园的名字叫 Benny， 以前老师都取那英文名字，有没有？你不 Benny， 你不适合 Benny， 你比较适合，你叫阿松。阿根。松雅。以前的有缘土的。小心走，轻轻走。哎，今日新年吼，流传好阿未？小心走，小美走，瑞兆走，俊贤走。今天开播真早，我礼拜天都这样吼。志文走，俊贤走。现在是阿布，阿虎跟阿鬼只有在新大岗位出现。高峰点着，夜宵着，一拳着，还有十万几，马来西亚的，马来西亚 bro， 那是马来西亚的啦，你爽啊哈，我就知哦，我就知哦，一嘴啦，谢看相公啊。亲亲啊，阿亲的啊，阿亲的啊，我想要再右边一点点，然后往上拉一点点。加不扣个点嘞，我怕我用电脑一种。另外你。我不拜礼拜啊，因为礼物到了都近的啊。是啊。我过来头十分钟，五点五分出发，五点十五到。到。我差不多五点十五到啊，计时用弄，因为差不多这，因为差不多拜礼拜咪较早，拢头五点，因拢头五点十分到，啊，落车，落会，拜拜的。然后头五点四十开始，啊，就是说，你差不多安尼固定的。来小弟啊，对，我伫今日去高雄啊，真在乎甲成白讲，嗯，欧摩吗？没有欧摩啊，哎，古啊，古啊，新地甲欧摩啊，哦，啊啦，你当夜叫，夜叫啊，对吼，我知哦，你也夜叫个，夜叫多袂买。来，亲亲那边借口一大堆，好啦好啦，会怕就好。Today is your mention。今天两，今天的东西挺蛮多的，老实说。今天蛮多的。今天你可以慢慢，你们可以慢慢看的。然后他的手提箱。这个娘前面啊，我来这里。冰城的。哇，哇哦！太厉害，太厉害！这喜欢不？今天刚打喜欢。欢迎。太厉害。没，结婚啊，稳当的。嗯，好。两百乘十二，两百四，两千四。Thank you.
还是先表现你那边。我看这个。花香鱼香，他们到沙鹿来卖。那龙井那个嘛，沙鹿要有点啦，因为不好找，因为不是说去那边卖就可以卖，那不一定有地方可以让你摆，好远哦，不一定有地方可以摆，因为你摆下去，你还要观察到左右的邻居，然后那边有没有已经有人在里面了，然后摊子愿不愿意有人不给你，这个都是有考量，因为不是说要去那边就可以，因为他们在找很久才愿意，而且他们有专门在找的人，就有朋友在，他去看一个点要看事，就是看人潮，看左右邻居，他们什么时候开门，什么时候关门，真的是，不能只有考虑人潮，像。清洁，清洁，清洁，有些邻居不好，他会来吵你，会进去，有的，所以不是说要摆就摆，真的，是啊，因为你有点，不是有点就好吗？没有，因为这上次不是找到那个游园路那边，不是有找到一个礼拜五吗？那个点其实现在有在考虑，不一定会再继续摆。哦，不一定还会再去啊。对，所以不一定啊，不一定找到就可以。礼拜五游园路一起你接袂看啦，就是你就离了。问题，礼拜五我是在台中的第五市场。哦，对啊。就是中小北场那边。我靠，网络上看到年纪第一位，你接袂看。今天有佛跳墙吗？我看一下，等一下有佛跳墙吗？有哈。羊肉卤做一下。羊肉卤只有一箱，羊肉卤被卖光了，羊肉已经被卖光了哈。卖的不多，货要下礼拜二。羊肉卤今天只有一箱哦，因为已经卖到缺货了，出不来了啦。这一张，杀鱼张。今天羊肉卤只有一箱哦，要的赶快来拿哦，那可能一上来就没了。最近没有吃木鱼啊。最近乌鱼就快三百来个只。他在咸鱼无啊呢？经典跟欧摩，值班的，值班内的，谢谢。这个吃过就要吃过一次，记住它的味道。这个都是你吃过的。对，你要吃过一次，要这种东西要有些东西要尝过一次，这辈子才会记知道它的味道。谢谢。谢谢。不会，大哥。原本上不也好啊，大山不也好啊，能不能包啊？哎呀。
这是啊，你是过一边嘛？你那边还是我那边做的呀？好啊，好。这边吗？这包野吗？哎，别，哎，这人还没去见你啊？这手机多少钱？这个还？五百啊？我这手机还？怎么了？钱了？什么啊？我丢我。我。不行，爱我，辛苦了。清洁了，今天啊，辛苦啊，师傅。今天有江鱼。江鱼过啦。天哪，咋？对啊，一次一次的，像一起过了。现在有的话也是很多，就没那么新鲜。哦，哎呀，一季一季，最近是乌鱼，最近是乌鱼季。有没有昨天卖的那个乌鱼标？今年你弄点回去，你去江鱼。啊？乌鱼，你昨天卖的那个乌鱼标还有吗？今年没有喜欢的。对，那个因为那是季节来的时候才有大出，最近就没有。像最近你看那乌鱼就很多，就是最近是乌鱼季。所以他就会最近会有乌鱼子啊、乌鱼标啊。给我了。香鱼就是季节过了，他就不会拿，因为拿了就第一个价格不好，第二个没那么好吃。对，羊肉卤子在今天，羊肉卤被他们卖到缺货了啦，然后他们自己进的还缺货，自己生产的还缺货，你看，芙蓉渣、黑麦渣、德豪渣、水水、中正真、林坤枣、麦克老枣。因为现在天还没亮哦，所以看没有很清楚。亚莲渣，我知呀，囡仔无要吃我们。快去买啊！快去买啊！加味渣。乌日就是这样子啊，乌日是比较特别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乌日乌日人就特别吵。就贵点钱，大肚鱼买啊，大肚鱼。大肚鱼。你这是。干不完，干不完，干不完，我弄。我爸，
就知道有多夸张。那个有没有看过这种天还没亮都在叫卖的吗？